几只？八十二只。说你能吃得完的？还差一只吧。啊，行，找大鹅去啊。走啊。走，我要去吃大鹅肉。我也想吃鹅子。你也来啊，快跑！你跑跑。揪子还想抓我，一家五六口人连个鹅都抓不住。我这大会又有我不会、啊、哎呀累死我了。爷爷为了逮大鹅还跌了一跤。不哭了不哭了，等我炖给你吃哈。这就是吃不着大鹅苦的是不是？不哭不哭，去我去逮哈、里面还有一个。逮着没啊？就这样被鹅溜了半个小时。哎呦，再跑啊！再跑，你两个腿还补不进呢啊！刚逮哪来吃？我刚逮着我自己吃啊！小样，你再跑！鹅，铁锅炖大鹅，特别的香。妈呀，逮着喽！逮着了，那必须的，炖了就逮着，是不是？百事，吃鹅都是应该的。我给他炖了哈。干妈，姐姐，干妈，老婆，好嘞。大火顶起来，葱姜蒜，搞里头。还没下雪就把鹅炖了，下去吧。哎，给它炒干炒香，生抽来一点，老抽，多来点水，给它炖一小时。趁爷爷弄点锅贴给你吃。行哦，我最喜欢吃锅贴了。锅贴就用死面放点水和和就行了。阿爸能不能贴啊？能贴喽。直接贴锅贴。我贴了啊。盖上盖子，再炖一会。你们在干嘛呢？炒大鹅呀，你吃不吃呀？吃。哇塞，好香哦！看看，一锅真端出来了。哎呀！重头戏是这个大鹅，哇，好香啊！那必须，这样，等一下你多啃几块哈。嗯。我要吃大鹅了。考虑到阿妈跟小孩子，这次都没放辣椒，阿奶奶多吃几块。走，你吃辣椒酱哈。行。我要吃大鹅了。吃吧吃吧，我夹吧给你哈。馋坏了就。你要不要来一块？你先吃。我不客气了哈。嗯。哇。这大鹅真好吃，火候够了哈。嗯，这个大翅膀，来，好拿。好吃，好好好。阿莲都啃啊。你要吃牛肉吧？牛肉在杭州，平阳肉。俺家爷爷喜欢吃哦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看完吧，再啃额头了。额头香是吧？俺有爪子啃就行了。好吃。